和他在一起，我就开心。我看你这样能开心多久？你看着我现在这么狼狈，你很开心是吗？你得到你喜欢的人，你有什么好狼狈的？你昨天回家了？没有。妈妈打电话告诉我了。说什么？说你为了宋燕。 跟家里决裂，没有决裂，我没有。我会每周回去看爸妈的。笑什么？你还不了解妈妈是个什么样的人吗？怎么还会心存这种幻想？那不然呢？你每周，就算你每天回去，也没有用。水滴石穿，铁杵磨成针这种事儿。 是不会发生在傅文英女士身上的。既然你选择了宋燕，就等同于跟家里决裂了。那你是站在我……也没有。那你是站在我……开心吗？和他在一起确实很开心。我是说，你从爸妈家离开，再到搬家，这段时间你过得开心吗？抛开父母的因素，我没有觉得不开心。那也不是真的开心。和他在一起，我就开心。我看你这样能开心多久？你。 被我说中了吧，所以才会这么生气。停车，我要下去。不急这一二百米，哥。 你能帮我跟妈妈说两句吗？帮我劝劝她。怎么可能呢？你谈恋爱谈的脑子里全是泡泡吗？她怎么可能听我的？那听不听的，你先试一下呀。那你一定找错人了。就算她真听我的，我也一定不会帮你。你。 孟倩，你和爸妈有这脾气吗？ 孟言辰，你看着我现在这么狼狈，你很开心是吗？你得到你喜欢的人，你有什么好狼狈的？关门。